李小姐连续咳嗽三周不见好转 ，X 光检查发现肺部有不寻常的组织，就是反复的一直感冒咳嗽，吃药打针都不会好啊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看到不规则边缘的肿瘤哈，一般会认为是不好的东西，大概七成是坏东西。所幸进一步化验发现这是结核性的肉芽肿，而且没有传染性，晴天霹雳的李小姐这才终于放心。之前会比较大片。只要好好吃药，慢慢消，这个不用担心，它以后就会留下一个疤痕，俗称的肺结核的结核菌，或是一片的肿肿的，就像皮肤发炎，但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人，它就是长一颗，你把它想象成人家生点啊，赶快呢，实际上它就是结核菌被我们身体的这个发炎的组织把它包起来，让它不要扩散，这个叫做结核性的肉芽肿。结核病主要透过空气与飞沫传染，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，又分成传染与非传染性。根据统计，曾经感染结核菌再活化的几率大约5%到10%。李小姐20年前就曾经感染过。在我身体就是比较脆弱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去接触到这种细菌吧。对，抵抗力差。肺结核没有终身免疫。所以感染过后，如果说环境里面又接触到了其他的这个患者有传染性的，还是有可能会被传染到。肺结核虽然是传染病，但可预防也可治愈，服药2周内就能有效压制传染力，6到9个月康复，配合医嘱定期追踪，治愈率几乎可达100%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刘伯明台中报道。